嗨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 vlog 内容是什么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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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究竟是什么呢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染头发，带有一种开心但是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反应的感觉。因为我这一头黑发就有点咖啡色的黑发吧，就是我20年以来从来没有染过，从来没有烫过，所以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我这个天然的发色。但是因为明天我是要拍欧莱雅的广告，应该说欧莱雅的染发剂的广告，所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现在这个头发在灯光下是这个颜色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带咖啡色的黑色，所以不是完全黑。然后昨天晚上没洗头，带有一点就是昨天拍广告的卷。可能在别人眼里染头发非常的正常，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小紧张的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，让我们去采访一下贺老师。贺老师，我今天染头发了，第一次染，你什么感受？很久没染了，看看最后的效果。很久没染，拿我先当小白鼠试一下。然后这是我今天的晚餐。我们亲爱的贺老师正在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染发的显色的那个。然后配上贺老师专属的音箱，还有他的音乐，才能染出美妙的头发。还有这个欧莱雅是这个色号叫榛果冷茶。你这人生第一次染啊？对啊。如果我人生第一次剪短发，也会是小贺给我剪。对。天哪！好浅呢、啊。主要是我这个头发配我这个眉毛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没想到会这么浅，我以为是这种颜色要用漂的才会有。没有，它现在这种普通的就可以了。但我觉得不难看，挺好看的。Stop it, stop it. 哇，好美哦！哇哦，灯光上又巨好用。就没什么。哎，贺老师，你平常怎么弄的呀？啊，我这个很小，就是这样，稍微高一点。而且人都变了一个人。你这样。有人出来了。往一个方向转。转完以后，然后拿。就你，它下面那个没有进去的话，就可以。你弄那个下面第二个那个吗？没有被砍头。我妈回去一定会尖叫。Two， 对，然后 set 这样的。右脚要弯吗？你有没有讲清楚？你奇怪，你要看我的。